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走开啊！等一下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乌米，今天大家最喜欢的系列回来啦！有看到后面这个小小的港口吗？没错，我们这次这个系列呢是叫做转身系列啊，我呢就是一个初始的小萌新，来到了一个新的地区，那看到巷子里面，我只能用这些东西来开始我的冒险。那新手村庄总有一些小福利嘛，我看到我现在在蹲蹲吗？蹲蹲，因为这边我们的萤火区它是有回复效果的，好啊好。当我们在外面打怪打得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回来这边蹲蹲，因为初始的时候我们只有我现在手上这些武器，那当然啦，我们就需要你们来提供我一些你们想要做的一些小任务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我才能去获得这个世界里面的货币，才能去购买东西哦。我现在这边应该都是这种大大的平原，然后像矿区的话呢，我们会有对应的物品可以去做兑换，所以还是要下矿场的，不是就说不下矿了，还是我们要来下矿的好不好？啊 no 呢，现在只能挖煤炭呢。我还不能挖其他东西，我要先升到15等才能开放我的下一个阶段欸。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，这生存会不会太辛苦了一点？没关系没关系。我被吓到了，我被吓到了，那个我真的被他吓到了。哦，有，还好他是卡在这里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啊，我们这个目标最终呢还是要去达到中介龙，好不好？上次那个安架最后呢我们没有打到最后的部分，我看到库里帕了，我现在只能给他跑。嘿嘿嘿，有了，哦，可以，还行，走。哦，有废船欸，你们那是废船。那 1.16 有出一些地狱的东西，还有小猪岛欸，那座小岛上有很多小猪。哦，有熔岩块。这里该不会是新的那个1.16 的东西吧？所有哦，有东西，钓竿、修补钓竿，还有哦，我们拿到小麦，小麦不能吃啊。五肉跟煤炭，好，现在煤炭很多，很笨我。小鸡大大，你别吓我！这个我带回家。废船呢？有箱子吗？个地方？咦？这里，有箱子，皮革上啊，不能带。有火焰宝物，哦，这个还不错哎，我有装了。然后还有一碗可疑的汤，裤子哦，原来是裤子。我的裤子怎么长这副德行？我的裤子也太高了吧，这件裤子。好，可以。我现在至少有一件很奇怪的裤子，我有火焰保护了。拿到的东西是可以穿的，好不好？下面呢？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有吗？有装吗？黄金头，哦哟，不错。这趟收获还行，我这样也有头了。有，我觉得这里还行，看有冰川平原，
还有，应该是有沼泽。我刚在底下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女巫的声音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沼泽地带的。往前，我们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女巫这里哦，有甘蔗。甘蔗可以做什么？甘蔗也不能吃啊。甘蔗可以做那个音架之类的东西，还是先收起来。反正也要做农场之类的，要换东西，所以还是基本的物资收集，我们还是需要的。欸，不是啊，我原本今天是要盖房子的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是要找羊啊！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是谁？我需要羊，很多很多的羊。那是什么？流浪商人？没有羊，但是发现了流浪商人。他会卖什么东西呢？这流浪商人怎么会流浪到这种神秘的地方？流浪商人，我来了！哎呦，爷爷，你卖了什么好货？看一下爷爷卖什么：小商户跟蓝冰。哇，这些我好像不太需要。爷爷，你卖东西有点雷啊。然后最后。等一下结束的时候，会不会还是没有找到羊毛呢？这是新的吗？所以我现在是已经不太需要挖黑曜石了吗？把这个弄一弄，我是不是就可以下去地狱？哦，金锭，哦，有了，哦，大火石，哦，黑曜石，哦，碎石。帮我把这里挖一挖补起啊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地狱嘞，马上就可以进入地狱嘞。哦，找到好地方，好像离家也是，不是离家，离我们的新手村也是蛮近的。记录个坐标，这是小红帽的故事。这了吗？是吧？那面就那只羊哦，那么少啊，太少了吧？哦，是不是要给我羊啦？又要天黑了。有了，呐喊完就会出现羊，有了，好啦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张很好睡的床，耶！不是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刚刚脚的正前面，村庄，好啦，大家对。我发现了村庄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已经十三等了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下一次就靠你们了，看你们要出什么样的支线任务给我做，让我又可以获得多少的钱，晋升到怎么样的阶段呢？好啦，我是 Lumi，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跟订阅我，也不要忘记旁边的小铃铛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